唱一点吗？好的，因为我不怎么会。好的，但是我以前洗澡都听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听。洗澡听这个。第一句会吗？不会。从什么时候故意的停留教室门口，默默等候，遇见你就被你触动，却没有勇气对你开口。自那天之后，我装作你就。这专属未知，只属于你，属于你。